好久等了，对呀、啊，等了好多年，等了好多年，这个梦想终于成真，这一刻觉得蛮不真实的感觉吗？有哎、欸嗯，像一场梦。不过呢，这个梦才刚刚开始而已，接下来还是希望你能够呢继续不断的努力哦。所以呢，刚提到过这个第一Star Shen 啊 ，MV 魔幻力量的鼓鼓啊，对，帮我作词，对呀、啊，很厉害、嗯，而且这个舞蹈感觉很难跳哎，你怎么办到的、啊？哦，这支舞那时候几乎每天，有时候要花六个小时，一整天都一直练到因为以前那个腰受伤、嗯，所以回家那个腰是痛到没有办法自行生活，躺那时候都痛得不得了，就是已经练到生活无法自理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所以真的那个强度不有一段 special， 今天虽然没有跳，嗯、可是那段舞的舞蹈风格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、嗯，所以为了练那一段下了很多的功夫。哦，说话。好，非常谢谢各位媒体大哥大姐今天可以来现场，然后很开心今天是以歌手的身份站在这边，然后我会继续加油努力，然后希望久等了大麦。大麦，大麦，大大麦，大麦。